湖尾德兴宫的整修工程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，主殿的大梁、壁画、交趾烧拢被拆落来。不过有文史工作者来发现，有真侪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拢被破坏，非常的可惜。啊，就是伊咧修理的时阵，咱是感觉讲，这个物件伊是唔知影，当然会甲拆落来吼，拆落来了后准备要摕去，人讲清掉去。啊，咱就感觉讲，这种物件伊是一个时代的工艺所留落来。湖尾德兴宫有百年的历史，为了保护宗教文化的资产，地方文史工作者建议庙方重视整修的过程，并且设法来保存有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。希望这个整修咧，咱会使把这个伊这个要几百年的文物，尽量会使保存那个保存起来。因为你若无保存，你庙拢定的规样拢用新的落去的话，到时阵这个庙会零碎开始。好，这些东西木结构也好。或者是说，有一些上个世纪的胶纸陶，这些都能够用回去最好。假如没办法的时候，我们也希望说它能够有修旧如旧的古味。好，一些没有坏掉构件，我们建议它能够再备用回去。经过双方的沟通，庙方答应为着配合历史文化的保存。停止破坏庙内壁画、交趾烧等历史文物。即摆阮的原则上嘛是大殿后期，即、這个大节衫仔后期所在换掉。以外，咱会甲保存即、這个原有的这古物来甲留咧。百年宫庙的整修工作，地方文史工作者以及庙方，将邀请县府文化处前来关心，并且提出历史古物妥善保存的方法，来维护伊的历史文化价值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